这周 OpenAI 的春季发布会直接又引爆了全球的 AI 圈。简而言之，就是新发布的 GPT-4o 不仅免费，而且响应速度更快。更关键的是，它长出了耳朵，有了视力，还能说会唱。很多人都说这简直是 Her 这部电影走入现实。那么 GPT-4o 的发布到底又会对哪些行业产生影响？又催生出哪些新的赚钱机会呢？今天的视频，木子将分享自己关于 GPT-4o 的应用构想，包括五大行业十几种场景，希望可以给你一些启发，开拓业务的思路。好，废话不多说，我们直接开始吧。首先，现在各类营销号关于 GPT-4o 的各类功能介绍基本上已经是满天飞了，我相信大家多少都看过一些。为了避免有小伙伴还没看过，我再简单总结一下这次 OpenAI 春季发布会关于 GPT-4o 的更新内容。 GPT-4o 呢是一款新的模型，它可以真正打通文本、音频和图像的输入，相互之间直接生成，无需中间转化，而且它能在232毫秒内做出语音回复，这几乎已经和我们人类对话的响应时间相似了，是不是简直杀疯了？不知道大家还记不记得去年的 Gemini 1.5 所谓的原生多模态炒得特别火，但是呢，最后却被报道出来是剪辑的作品，这次简直是被 OpenAI 疯狂打脸。而且呢，这次 GPT-4o 是向所有免费用户开放的，不过呢，可以发送的消息数量会有一些的限制，这个呢将根据当前的使用情况和需求而有所不同。而 Plus 用户可以在 GPT-4o 上每3小时发80条消息。那最让大家惊艳的应该还是 GPT-4o 的情感识别，它可以听懂你的情绪，甚至人的喘息声和呼吸，而且啊，模型它还有自己的情绪，几乎无敌，跟真人一模一样，并且他还能唱歌，甚至合唱。Happy birthday to you, happy birthday to you, happy birthday dear Jordan, happy birthday to Jordan, blah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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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blah. Don't forget.不得不承认，听到他唱歌的那一刻，我整个鸡皮疙瘩都起来了。那在 OpenAI 官方的账号里还有非常非常多的 demo， 我把地址呢也贴在下面了，强烈建议大家都去看一遍，一定能加深你对 GPT-4o 的理解。反正我自己看的时候嘴巴是没有合上过，而且是越张越大。好，那接下来呢，我就想和大家深度聊一聊 GPT-4o 的出现会给哪些行业带来新机会、新挑战，我们又该怎么去使用它呢？首先，我认为 GPT-4o 在情感陪伴行业的应用应该是最直接的，因为它可以识别你的情绪，同时呢，它也能表达自己的情绪，所以啊，可以用来做虚拟陪伴的产品，甚至是心理咨询。我自己呢，曾经做过线上的心理咨询，实际呢，也就是像视频通话一样，我向对方说出自己的困惑和想法，对方再给我一些引导和方法。那现在 GPT-4o 可以实时监控手机屏幕，根据你的面部表情啊来提供心理咨询，并给出一些专业的解决方案和回答，那是真的颠覆性了。即使啊你不用来做心理咨询，只是作为一种情感的虚拟陪伴，那也至少可以提供短期的情绪价值满足了。不知道这样下去，全世界的生育率是不是又要降一降？那你认为这样的陪伴足够吗？可以替代我们真正的线下社交吗？真人的心理咨询和 AI 又有什么区别呢？也非常欢迎你在评论区告诉我你的想法。 GPT-4o 的出现啊，我认为给教育行业也将带来重创，但同时也可能是新的机会。首先就是教培育儿场景， GPT-4o 呢由于有了自己的视力，所以啊它完全可以在学生做题过程中给予反馈和批改，或者啊有学生不理解的题目，它也可以识别然后讲解。官方的demo 视频中也有关于这个场景的案例。Which side do you think is the hypotenuse? Remember any hypotenuse? I'm not totally sure. I think it might be this one, but I really am not sure. This side AC? You're close. Actually, side AC is called the adjacent side to the angle alpha.The hypotenuse is the longest side of a right triangle and is directly opposite the right angle.用 ChatGPT 来辅导作业，应该能减少很多亲子家庭矛盾了吧？再也不用家长辅导孩子到鸡飞狗跳的程度了。第二
个场景呢，就是兴趣班的实时指导。无论啊，你是想学摄影、练字、画画、跳舞，通过 GPT-4o， 你在学习过程中，它都能实时给予反馈。也是越来越多的人发现，用 ChatGPT 学外语，甚至直接把它当做外教的陪练，也不失为一个好办法。接下来，我认为啊 ，AI 硬件可能也会迎来一次的大爆发。GPT-4o 的出现，让以下这些设备成为可能。首先就是虚拟的个人助理，大家呢可能都用过 Siri， 但它时不时出现的蠢行为已经让我彻底弃用它了。而 GPT-4o 可能会完全改变个人助理的功能，甚至我有看到 Apple 和 OpenAI 达成合作，可能会在未来的苹果手机中加入 AI 的功能，不知道是不是真的。未来我们的个人助理可能真的可以非常贴心的给我们做出日程安排，监测我们的健康，给我们讲故事、听音乐等等。第二个场景呢，就是宠物智能摄像头。通过引入 GPT-4o， 可以实现对宠物的实时监控和智能分析，有异常呢马上进行报警，让你的摄像头更懂你，也更懂你的宠物，出门在外也不用担心了。第三个场景就是 AI 眼镜，无论是 Meta 还是 Apple 都有尝试出自己的 AI 眼镜，但是啊，在 GPT-4o 以后， AI 眼镜的能力将会更广泛，比如实时翻译、导航、健康监测等等。最重要的是，它可能还能在交流中实时分析对方的情绪、表情等等。或许有了它，女朋友生气，你马上就能发现，夫妻之间啊都能少吵两架了。除此以外呢，我认为 AI 眼镜非常重要的一个应用场景就是视障人群。通过 GPT-4o， 视障人群啊可以随时的了解自己周围的环境，并通过语音助手的帮助来做出一些决策。比如在 OpenAI 展示的 demo 中，就有一个专门与为视障人群提供帮助的公司 Be My Eyes 他们的合作视频。他们将 GPT-4o 植入到一位盲人游客的手机中，通过手机摄像头成为了盲人的眼睛，这使得盲人可以了解周围发生的一切，比如白金汉宫的样子、公园的环境，甚至是出租车是否停下等等。然后是让 GPT-4o 成为你的全能生活助理。前段时间，无论是在抖音还是小红书上，一些教00后生活技巧的账号都是飞快的爆火，帖子的点赞、收藏量都非常高，而内容呢，实际上都是一些日常生活的小技巧，比如该怎么切菜，在超市里面该怎么挑菜等等。这些账号火爆原因的背后啊，实际上就是00后逐渐踏入社会，但他们呢缺少实战经验，导致啊大部分都是生活小白。而现在结合 GPT-4o， 我觉得或许可以解决这些问题。比如打开 GPT-4o， 它就可以在你炒菜的时候，根据菜品颜色变化实时教你该怎么炒，或者啊就像你有一位专业厨师在旁边一样，能够给你专业的指导。那如果你是在超市购物的时候呢，它又可以化身为一名导购，根据成色和价格来提供一些买菜买水果的建议，听起来是不是超有用的？那除了之前一些针对行业的机会呢，我认为 ChatGPT-4o 最终还是想要落地来普惠大众的。由于多模态的实现，我认为未来它在这几个场景对我们每一个个体都能够有帮助。第一就是解读专业的财报、论文、 PPT。 过去啊，长文本只能解读文本，但 PPT、 论文、财报的核心实际上是图片和表格。通过 GPT-4o 啊，我们就可以实现这个功能，这样无论是对我们投资、学习还是工作，都可以大幅度的提高信息获取的速度。第二个场景就是进行专业的数据分析。过去啊，仅靠 Code Interpreter 无法解决多 Excel 的问题，也难以解析合并单元格的多级表头格式，而现在加上实时视觉理解以后啊，就可以做到更加精准的数据分析。第三个场景就是实时的编程建议。现在 ChatGPT-4o 除了可以解简单的数学题、理解表格和图像以外，还可以看代码并提供简短的描述。在官方 demo 中，模型啊几乎是立即理解了代码，还完美理解了代码的内在逻辑。除此以外，还有非常多其他的场景，比如开会、日常沟通等等等等，大家都可以去探索一下。最后我想说，未来以来这一年， AI 带给我太多的惊喜，拓展了我的认知边界，让我一个不会画画、不会作曲的小白可以做出好看好听的图片、音乐甚至是影片。而这次啊 OpenAI 的更新可以说是不鸣则已，一鸣惊人，又是
一次对全世界各行业的颠覆。我非常庆幸自己处在这样的一个时代当中，见证了无数过去科幻电影的成真。同时呢，我也期待 AI 的进一步发展给我更多的震撼。最后呢，用 Sam Altman 在 Twitter 上发的一句话作为结束， We want to put great AI tools in the hands of everyone。 这是他们这次 ChatGPT 4.0 针对免费用户开放的原因之一，也是我频道创建的初衷。我是木子，带你一起用 AI 改变生活，赚被动收入。